上票上票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我们要加油了。他们那边大姐应该是很厉害的哦。好，我们有实力的大哥，我们最后护一下他。还有25秒，24秒。待会我们唱什么歌？大家告诉我一下。这输定了，这样子看样子。哇！好，大家多多的上一下票站，看哪个有实力的大哥能冲一下，冲一下。好，大家再众筹一下，再众筹一下。哇，已经输。OK， 输了啊！感谢我们家宝贝，谢谢时光流转，感谢熟能生巧，谢谢雨辰，感谢大漠孤烟，哇！谢谢漫步人生路，小山带刀，山里有风，华哥乐在其中，奶奶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感谢我的家人们。怎么样？我家人说你唱了20多年印度歌是吧？哦，我差不多以前演出，但是呢，我唱歌在舞台上面也就是那几首，但是平时自己唱的一些歌，就到这边来，在抖音才来唱，很多。所以啊，这个感觉，这个所有的刚唱的时候，感觉已经到很到位啊。是吧？对，口语也特别，其实我听不懂，不过我能听得出来。你们那边的语言跟他有一点点接近，有些话啊，有些是里根巴拉克，就是好多是一样的，嗯、对对对，就是有些语言是很像的。我知道，我认识，但用处也是一样的。我认识你们那边很多人，以前我们舞蹈队都是你们那边的。哦，嗯，我认得很多人，对。谢谢。好，你们那边看一下，想让我唱一首什么歌？是唱老一点的印度歌，还是新一点的？老一点的吧，老我比较喜欢老一点的印度歌。老一点的是有那个永恒的爱情啊，还有人世间啊，丽达之歌，然后还有那个海誓山盟啊，Hum Tumare， 不会吧，是这个吗？他说这个。嗯，你弹一下旋律看看，我有时候搞不清楚是这个说的。这个我知道，我唱不完这个歌。他说里面这个 sanam sanam 也是在我们语言里面也有叫 sanam。这个旋律我知道。对就是这个、哦、对，就是这个、对，就这个感觉。我们是这样啊，唱一首老的印度电影插曲吧，唱一个。可以的。嗯，唱一个丽达之歌，或者是巴基斯坦的也可以。都可以，差不多嘛，跟巴基斯坦的还印度的，嗯、是吧？嗯，唱美丽皎洁的月亮吧，那个。哦，多苦了。这个不是的，唱一下那个丽达之歌吧。行，这个我
听过呀，那肯定听过。听过哇、哦，这个电影很早了吧？就是60年代。你这个名字怎么念啊？怎么念？我叫 Juliet。叫什么 ？Juliet。Juliet。对对 对。我眼睛不是那么好。我跟你说，你们新疆还有一个弹吉他的，叫什么来着？他也弹古典吉他，也是弹的蛮好。我也经常去他房间听，也到你房间听。我以前没有直播之前，我才播了刚刚两个月、哦、我以前没直播就经常到你房间趴在那里听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哎。谢谢那好，我也给两边家人们来一首曲子吧。啊，对对对、嗯、好来一首、嗯、哎呀，我都不记得弹的什么去了，那反正有很多很好听的。那我来一个权力游戏吧。权力游戏啊、哦、对对，可以可以。对对，这个应该有点难弹啊。啊，可以的。我听过那个四重奏的。好，喜欢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位帅哥啊。行，那就开始了啊。嗯。开始。